家好，好久不见，欢迎来到第四季。我今天想谈谈鸟类，当然我最喜欢鹦鹉，但是我也喜欢鸭子。鸭子可爱得不得了。三个周前，我看了一只很特别的鸭子。这只鸭子叫鸳鸯，我给你看看。你在加拿大很少见到它们，但是在中国很常见。我很幸运看了一只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很忙，所以没拍很多视频。我喜欢很快看到你。谢谢。